揽扎衣，一双手呢向右侧肘关节内侧相合挤出去，身体微右转，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发力。好，我们再重复一下啊，双手向右侧肘关节内侧相合，然后发力出去。二，双手画平原，先由里向外向左身体左转，然后变掌在体前交叉，掌心呢朝着反方向的45度。好，下个动作，一，左手向下按，右手向上穿掌，两手向两侧打开，然后右手腕部向上拧起，左掌下按，然后双手继续画弧合手，提右脚向右侧开步，眼睛呢看着身体的右侧。下一个动作，一，身体左转，右手拇指内旋，左手外旋。二，重心右移，微扣左脚，右手呢向右侧画弧，左手呢到身体中线，指尖贴着肚脐下方，然后松左胯回正，右掌前按，眼看右手中指